由叮当陈乃荣所主演的音乐剧21日在台北举行庆功宴，并宣布再加场。久久未现身的周华健大哥也惊喜现身，不过他好像别有意图哦。真的秒杀，拿得到票，借用一些我特殊的关系，拿名酒来，但这个行为非常不好。买票应该是公平的，可是我入行太久了。应该有个老人票吗？主办还不快先给华健大哥预留几张，而人气超高的舞台剧也陆续到各个城市做演出，男生的叮当也被爆，可惜好好把握机会呢。我真的发现就是有身边有朋友越来越多，我们会帮他过滤啦。我们在车子在移动的时候在地上，我爸会说哎，前面这个不错。对对对对，我无时无刻在帮女儿，他在帮我个看，在观察。对对对对，不是说冰淇淋，男朋友的口味。叮当真的太可爱啦，就期盼你能早日遇见草莓口味的王子喽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